到昆明了，刚刚到昆明，刚刚下飞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到昆明了，刚刚到昆明，到昆明现在都晚上十二点半了啊。现在刚刚从飞机上下来，这会儿有差不多十二点四十了。我现在准备出去了，准备出这个飞机大厅。今天晚上的话就在机场过夜，晚上的话可能没地方住了啊，就在这边先待一晚上，明天的话再找住的地方。在昆明，然后待上个三四天吧，再从昆明到河口去，从河口到越南，目前就是这样计划的。我这个手机还是挺清晰的，这个步骑挺不错的啊，这个步骑走着挺快。今晚的话就在这个昆明机场里面待一晚上算了，就不出去的，因为现在出去的话没有公交车了，也没有地铁了，所以我看了一下几乎不出去了，晚上的话就在机场过夜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八哥，现在到昆明了啊，然后昨天晚上到的昆明，这会儿早上天亮了以后我从那个飞机场出来了啊，现在我坐了个地铁，出来在这边找住宿的地方。我昨天晚上到昆明的时候是差不多快一点钟，昨天晚上因为到的时候比较晚，地铁已经停了，公交车也已经停了，没办法的，所以我就在机场里面然后过夜的，睡了一晚上。现在早上七点钟这个地铁开通了，我现在就坐地铁出来了，在这边先找个地方吃饭，吃完饭然后再找个宾馆休息睡觉。因为这个旅途很劳累啊，旅途奔波的特别累，我现在机场这边先找一个便宜的酒店。昆明这边的话气候不冷不热，刚刚好，气候还是挺好的，我现在走路去找宾馆。期间昆明天气阴着呢，没有太阳。
这边有很多卖肉的，卖菜的。吃一笼包子，再吃一碗面。再搞点调料。那我们是正宗的嘛，开玩笑，要酒的，像四川人讲的，要酒的东西不吃，苦也不吃，你不懂得了。对呀，你不要你问我小陈，不是这句话，要酒的东西不吃，苦也不吃。我他妈的，一天干活完，我们去家，回去，我要玩了。哦，大东，他这样逼着我玩，抓住我一看。老师一样，我一样，你笑啊，我一笑啊，你钱到底弄黑了？好，我的，知道。哎呀，穿更新嘛，穿我。刚刚多，肚子是稀淡淡的，多，我这个肚子是大大的肚子。都早上一天，我这个是啊，串出来了，可是要吃串出来了。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飞机爆炸，飞机前面。哦，你动手了噶？我们谢谢你了嘛。啊，你抓住我靠是叫我靠踢过去，你靠我球，你要抓个球。我刚讲说，那你把那米吃了噻。倒。哎，老乔，你瞧，往外头倒了，往头倒了，还没在他妈外头流呢，多。你抓住。不该我来，你干什么？没抓住，好了。你这个抓住嘛，一天啊。那么一下不够了哥。整下来还不够。哎呀，你去大街上还不够，我还没得。啊，我嘛，我怕你忘记的。闷得你那嘴，我你妈的乌鸦嘴。我说这个天亮了嘛，乌鸦咋会叫啊？乌鸦你叫，你成乌鸦了嘛？乌鸦叫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咋这么爱我嘴呀？一样，你这鼻子上插铜光呀？你注意啥子抓虾？哦，大总回国日子啊！哦，贵州，咱俩一个慢慢走，他在贵州。哦，你太会整了！他妈的，这个外地去几年了？哦，你倒真的是。在这里打一下，你吃。有暑假容易白发的和眼睛型那些咔嚓的下开的，早点不好过。吃早点，好点。你不是吃早点？你抓住嘛，跟你也不要，你不要比，不要你。好了，我们惹不起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刚刚在昆明这边吃了一个早餐啊，花了14块钱，吃得很饱。哎呀，这个早餐吃得太划算了，真的吃得很饱，好饱，吃得我肚子圆得不得了。这个包子还是挺便宜的，6块钱一，6块钱一笼，可能有10个还是8个，我刚忘了没注意搜。然后一碗面是8块，两个总共14块。现在我吃完饭，我过来在这边找了一个60元的酒店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酒店是60块，还是挺便宜的啊，可以洗澡，有热水，然后大床房，环境一般，但是还行，性价比还是可以的，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床头上还有一个
长途灯。电视，刷嘴壶，这是我的包，这个洗头洗脸洗澡的，这个卫生间有热水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还可以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现在准备睡觉了，准备休息了，大家再见。然后我们明天的话有可能就到越南去了。